白吗？我是他弟弟，我是他的弟弟，蔡一杰、蔡一杰，谢谢。我是他们两个的邻居，从小玩到大，明白吗？从小到大，我们一起成长。我叫苏志威，你们好，好久没见。今天这个演唱会不是一般的演唱会，是非一般的演唱会。这个演唱会是家庭聚会比较像一点，所有爱草蜢的家人都来了，对不对？看表哥、表弟、表妈、姨妈、姨姐全都来了，欢迎你们！我太爱你们了，真的。还有香港的朋友哎，还有马来西亚的朋友，哦，新加坡的朋友，还有台中的朋友，对不对？高雄有没有？台北呢？哦，太好了！啊，你们热身了没有？你们吃过饭没？没，不怕。完了收之后呢，去苏志威的房间，他请你吃。哇，为什么要去他的房间？我的饭店有那么大吗？我的房间有那么大吗 ？OK， 不如这样嘛，啊，大家会不会波浪舞啊？啊，